哎，正好配一个，我炖的这个南瓜。来，坐。哎，你今天真有口福啊！想这酒想了半年了，我都。来，老公，给你倒。给四舅喝一个。哎，是。哎，老公，给四舅倒了。来，喝一个。坐着来。来。喝一个啊。倒了啊。哎，好。三哥啊，哎，这次回来呢？ 咱就不走了，啊！这个小日本啊，杀人不眨眼呐。但是四舅啊，只要在满洲，走哪儿都躲不了小鬼子，这谁都知道。哎，你说当初吧，我要是拦住你爹你妈，他们也就不会遭难。哎，你说三哥，哎，听四舅的，以后啊，看着那小鬼子，真绕着走啊，别死性子了。好吧，爹，哎，别说了，山哥刚回来。 咱顺点高兴的事儿啊！来喝酒，来，哥，三叔，我看啊，要不咱去参加抗联算了，那抗联大哥们一枪一个鬼子，躲得进啊，是吧，四舅？这是咋的？这是？那我话白说了，就又要闹事是吧？别跟他们一般见识，小孩瞎说话。咱喝酒，来，咱喝酒。 来，我拦着你，放心，咱俩跑不了。来，喝酒，来哥，别找了，四舅说话。你知道，刘神跟刘哥跳，回老家了。等着刚说完这事儿，你和金库马上去通知乡亲们转移，我组织人马上去。是，快点。 做的菜好吃，是吧？哎，怎么回事呢？哪天呢，四舅，我上山打俩狍子，让你们做。哎，好，过来，坐来。哎，小金，哎，四舅，小二哥，坐。哎，二小，金库哥，你再来了。这个，你快躲一躲吧，苏金国带人要来抓你。这狗杂种自己送上门来了，我弄死他！哎，三哥啊。 村里有老人和孩子，你可稳当点啊！老人说的对，让村里的老人和孩子转移到山上，然后咱们也得撤。果儿，你先从老人和孩子先上山。是，通知人抄家伙去。好。哎，你咋还不听了呢？他们人多，咱们干不过吃亏了。对呀，你稳当点啊。哥，我还有招，咱们占不着便宜。哎。 慢用。哎，告诉你的人啊，等天黑了咱再行动。哎，你去派俩人上那个村口，看着点，一个也不能漏掉。是，你去看看去。 人都齐了吗？齐了。我说两句啊，小鬼子把咱村里围了，这是哪儿啊？这是咱家，咱能答应吗？不能。咱就是把命扔这儿，也得把爹娘送走，是不是？是。这样啊，小果，你带着狗大柱子，你们去把老乡送走，其他人咱到村口等着他们。走。村长，村里人在西园土沟跑了不少。 村队长，发现咱了咋办呢？不可能啊！哎，老刘，我告诉你，准备行动，告诉你的人，谁都不给我放过枪，谁不要放空枪，我叫他解放。是，同学们，哎，告诉你们。
准备行动，谁要是给我放空枪，我就送他去。 你是不是添乱吗？这不，回去远了，走。我告诉你，你去送狗这些咱们的人，我去看看。好，报告官，快点，让你的人挨家挨户找，挖地三尺也得给我抓住姚传根。孙队长，我估计这人都跑差不多了。放屁！我不管，给我找快点。是。 队长，啊，队长，抓到一个，人呢？在那边呢，带过来。是。师傅，姚传根的四舅没出来，在哪儿呢？又回村里了。老七，啊，通知，把人救来。好，老三，带路。是。 那地方不能了，快点！这儿可咋办呢？兄弟啊，这是姚三哥的四舅爷。老师，老头，说吧，姚三根在哪儿？你要是不说，皇军就得给你来个满门抄斩啊！我呸！你个驴子，那日本人是你爹啊！放你妈！妈，我操！我这你妈，你个白老东西！妈！ 你这老头子啊，让你嘴硬，你还骂我？你以为我稀罕你啊？老子要的是姚山根，说姚山根在哪儿？赶快给我喊，把姚山根喊出来，我就放了你。山根啊，四舅老了，不中用了，你们千万别出来！你住手！给我打他！打他！打他！妈，妈，这个白老东西，我警告你，苏金花。 我在这儿呢，你别走，四舅，想咋来就冲我来，冲啊！
出来，我不爱就出事情。